做伙走找幸福的基地，在海角，在天边。咱做伙走找善良的气味，在庄稼，在都市。人生啊，无几年，计较剩什么？回头看，上单纯的亲情在身边，爱永远在这。兄弟啊，来，你来试看卖啊！你的运动裤一直拢无买，阿母嘛无啥物钱甲你买新的，我就甲你乌豆上套一块白布，甲你做一领啦，好，看卖啊！哦，安尼长度有够啦，啊，你穿好啊，吼！兄弟啊，我明仔载就要去台北啊！你一个人留伫遮吼，你著好好听你阿公的话，好好读册，啊，家己照顾你家己，衫爱穿好少，唔通去挂着。阿公，读册吼，唔通读伤晚，知影无？好啦，我要来去看物件。杜桑，我来去啊。好啦好啦。杜桑，啊，将军哦，就麻烦你照顾啊。哎呦，做您放心啦。啊，这将军啊，我敢会甲苦毒笑啦。进去进去看车房啊。进来去。在这哦，你就要乖乖听阿公的话，好好读书，身体顾好，莫让阿母烦恼，你知无？啊，你若是想阿母吼，
你就会当写批给我。等阿放假的时阵，佫叫阿公哦，带你来台北啦，吼。阿哥，安尼乖几落个月呢？我知影啦。啊，顶届毋是有讲过，两年半哦，一年就过啊，对无？花啊，起来啦，车房的袂赴哦。好啦，阿母要来去啊，你要保重哦。来去啦。台北吼，讲近是无近啦，啊，若讲远嘛无外远啊。下摆吼，恁还阁有机会，会当再来见面，哈。嗯。你遮创啥？你来啊！你来，你来，来，来，你来。我伫外口安尼画袂几多年吼，啊，足无简单哦，啊，才租着家己店面啦。来来来，对我来，来房间来吃吼，来。苏丁啊，来。来吃吃。好。哇！房间较矮啦，大家小客一下。不要紧啦，有够困啦，困因啦，你找小弟小妹哦，把行李看看的，啊，物件看好好势哦，哈。我带你看灶卡。一间啦。吼。哎。哦，袂歹呢，够有水通好用。啊，哪会这么乱啦？拢无好好整理哦。我住啊，三拢查甫人啊。啊，过来无闲哦，店口的代志啊，啊，三顿哦，就是困，你们凊彩煮一下啦。不要紧啦，灶卡的代志哦，以后我来啦。好。哦，云诶，房遐真乱呢。我看哦，我爱好好整理柜间啦。喂啊。嘿。哎呦，免这无闲啦，免无闲，这是死一刻啦。以后你有时间通无闲咧啦。芬诶，我拄才入来时哦，看到店面遐个布，你敢那真袂少吼？这安尼算少个咧，迄是店面伤矮咧，我还想要整较侪布入来。袂要紧啦，才拄开始啊，偷偷啊来啦，以后咱个生意一定愈做愈好。希望是安尼啦，啊，我嘛希望讲吼，会当互恁有好日子过，吼。阿姊，姊夫，风啊！阿姊，啊，你哪会来？姊夫，头前条放咧无人做。哎呦，煞袂记咧，你传阿姊个囡仔入来，困你嘛。哦。
姑娘啊，哎，头前哦，去迎一个呢。好，哎，李姑，哎，哎，啊，你提这是？新的了。阿姊，你拄搬起来台北啊，啊，做小弟的当然嘛来恭喜一下。这是我买的新鼎，搁一寡碗盘。多谢啦，我搁在想讲，较暗要出去买呢。好啊，啊是你考虑的较周到呢。我想讲吼，囡仔这么多，一定用会到的啊。啊，这几年吼，拢是只有在搞我照顾，这嘛是应该的。暗时了来吃饭啦。哎呦，菜未付买呢。啊，阿姊，免无用啦。暗时吼，我请恁大家来去外口的打下架。好啊，哦，你安尼破费，那好意思啊。嘿啊，志富，你莫遮客气啦。哎，恁大家，暗时二姑请恁来去外口吃无？啊，看要吃啥哦，做恁点。好啦，若是要出去吃饭哦，脚手较紧的，物件紧收收的，去去去去。好。多谢啦。没啦。透早就闻到饭菜香呢，哦。讲到袂输，即久无食着青草的。嗯，我之前甲坤林啊，拢凊彩煮凊彩食。叫将你起床啊啦，伊爱上课啦。哦。将你啦，起来咯，要读册袂赴哦。进来进来。起来起来，去把手面洗洗，衫裤换换，无你读册袂赴哦。为什么干呐？我一个人去上课，有你们呢，那当继续去。嗯，我嘛早早起来啊，行啦，来洗面。进去啊。哼，讲安尼啦，叫伊起床尔，都莫应嘴啦。花啊。嗯。咱家这附近吼，有一个外省人开迄豆奶店。哦。迄豆奶哦，芳够好啉。我连敢袂让你啉，哈？唔免啦，较俭的啦，咱家己煮较省。啊，才一碗豆奶，才偌济钱，哪里遐俭啦？啊，你唔只免咱逐工透早起来煮早顿啊？哼，芳姐，嗯，也是你煮的袂较好食啦。我煮惯是啊啦，伫台北哦，干那煮咱一家伙仔食的就好啊。我嘛唔爱遐尼早起床，比伫咧床下时阵哦，轻松足济啊。这几年辛苦你啊，你嘛足辛苦的啊。来来，进来吃，吃饱后衫去换换，好一下哦。干咩干？迄细汉的哦，拢叫起来吃早顿啊。唔免啦，我应该睏一下啦。哪会遮好？真正啦。以后因大汉嘛是爱上课啊。甲恁弟弟妹妹咧计较，紧吃紧吃。来，做衫的，以前吼我拢是叫厝边做啦，啊，毋过最近已经搬走啊。哈哈，遮我嘛无真心的。阿、啊、雄，迄巷口边仔遐哦，遐敢若有一间啦？多谢你哦，你店的哦，若是有师傅，甲你买布先煞互你做，安尼吼就加足方便的安尼。我遮吼所在 A 啦，诶，无用空间啦，
啊，我真多谢你建议吼。哎，才四十，吼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啊，有需要再过来啦，吼。再来坐啦。多谢哦。啊，你去市啊，咱遐久才转来啦。啊，不是才咧附近尔。啊，伫庄脚就无啥物机会洗菜市啊，看到啥物拢想要买。啊，不过一门计较，吼，比咱庄脚贵偌济，我拢唔敢买。台北市就是安尼啦。结果坐半工嘛，唔知影买啥啊。啊买啊吼，看到人伫咧收单啦，我才赶紧想想，甲人买这几项。感到需要较欠，咱囡仔吼，嘛是爱食较营养的哈。我知影啦。对啦，阿奶啊，我拄才伫咧菜市啊吼，听讲隔壁水电行吼，伫咧找人倒洗衫啦，讲因兜人较济，衫袂好洗，我想要去倒三工啦。哎呦，那就较辛苦啦，等咱家己厝内代志都做袂起啊。那辛苦，我伫庄脚搁较无闲呢。我规定哦，我逐工拢爱洗衫啊，加洗一寡尔啦，袂开足侪时间啦。你放心啦，厝内代志哦，我袂去耽误着啦。啊，当个工钱也无偌济啊，啊，你感觉遐辛苦？是赚无偌济啦，啊，不过我逐工买菜钱着有啊。啊，咱全家伙哦，真无简单才搬来台北。若是因为生理无好，趁无钱，又搁要搬转去。啊，你这几年拍拼，毋是拢足无彩？不会啦。我来台北哦，是要甲你斗三工，毋是要变做你的负担。你着我加出一份力啦。嘿，你实在是想伤济咧哈！你咪哪有可能是我的负担？啊，当我吼饲咱一家伙的吼，这嘛是我的责任啊。我知影啦，我就想要斗三工啊。好啦好啦，啊你是唔通哦，伤过忝咧，啊若感觉忝哦，咱就卖做，吼。知影啦。呀，哎爸，我回来啦，我来去煮饭哦。好好好，奖励啦，啊你去新的学校读书，还够有习惯。阮差不多啊。规天无。啊，不过老师教的国语无啥同款的。啊，是倒位都无同款。啊，就是台中的老师讲，喷喷喷，请开门。啊，这的老师讲，砰砰砰，请开门啊。是要喷喷喷、砰砰砰啊！啊，就是开门的声音啦。啊，弄门的声音嘛就够。阿爸，你拢看卖啊？啊，是啥物声？哭哭哭啊！啊，出面去洗洗，等下好食饭啊，吼。好啊。什么喷喷喷、砰砰砰、哭哭哭？兄弟啦，爹，紧写写的，准备吃饭啊，哈！恁两个莫遐吵，你搁吵我咩写字？恁两个有听到无？莫甲遐吵啦！功课就歹写的吗？都你读册，你就知影啦。喂啊！哎，那是好未啊？没好啊啦，啊，昆凌回来啊？是啊，我叫伊当头前小顾咧。哦。兄弟啦，当时写啥？写到歪骨起来错，来来来，我教你啦。这字哦，就是安尼，一笔一画，哦，安尼打打写，啊，写好四正，嗯，哦，写到这鸡仔中，哦，诶，对对对，看看写，哦，安尼是不是较好看？嗯。哦，啊，头前迄几字哦，把糊掉。啊。停写，停写，嗯。定写哦，哎，定写啊，无规字啊，好掉好掉。你嘛莫对囡仔遐尼严格。迄较早无咧身躯边哦，无侪人教，啊，即摆咧身躯边当然好好甲教。迄字写好哦，是上基本的啊。学道上嘛是安尼讲的，所以暗时哦，伊才会常常教将字写毛笔啦。哎，咱将字写的字哦，实在是足水的。嗯，啊，唔，所以唔才考会着初中。唔知影伊一个人伫咧台中过了安怎？我倒上你身躯边咧甲顾，你烦恼啥啦？奖励啦，甲恁小弟小妹吼，带出来手洗洗，好食饭哦。好。
当辛苦，唔通去拍糖耳啊！来，丁啊！来来来来来！哎，哎呦，坐好哦！好啊，坐好啊！哇，好啊，恁两个啊，还唔紧困？好啊啦！好啊啦！哦，设定上乖哈，目睭起起，乖，先困哈。我是想讲，咱一家伙也真无简单，才会当带做伙。啊，即马就干那兼将军一个，我想着就困袂落。当将军是查甫囡仔，啊，查甫囡仔早着爱习惯吼，一个人吼独立的生活。啊，而且吼，我多上遐尼啊少伊啦。你甲看卖，较早昆林啊，啊，国民学校一毕业，毋着出去学西啊。讲讲济，啊，昆林一个人伫外口时阵，我嘛足烦恼的啊。哎，有啥物通好烦恼啦？但是囡仔吼，总是会大汉啦，啊，哎，过两年吼，终期就毕业啊，啊，两年吼，目前你就过啊。过两年呢。吼，啊，咱若毋是讲吼，以后就无要转去啊，啊，啊，过年过节，也是休困的时阵，咪当转去啊。啊，若无吼，无叫终期起来咪用的啊。真实的哦，什么真实啊？假的？无安尼啦，五月节要到啊，啊，咱才较早转来去。好啊，较早转去北藏啦。长期哦，上爱食我包的粽。别讲着粽，我倒有个枵起。我去煮面给你食啦。哦。啊，昆林的，搁在洗身躯哦。应该是啦。啊，店面哦，啊，拄才收好尔。好啦，我洗好哈。上机啊！啊，你若厌困，等下我就要去困啊。是毋是咧想恁道上啊，甲恁阿母？无啦。有你就讲有，你哪有啥物要紧啊？阿公，台北是啥物款的所在啊？像街头安尼遐热闹吗？吼。加我闹热热咯，人遐吼，迄厝多车多，啊人嘛多，吼吼，有够吵的。遮尔吵？嗯。敢有比神还是长脚吧？够吵。当然咯，啊不过吼，因为人多，所以吼生意吼比较起较好做。阿公，是进厂较辛苦。还是做生意较辛苦啊！哈，落田做事吼，是爱靠气力啦。啊，若是做生意吼，是爱用头壳，拢无简单啦。你甲想看卖咧，假使讲一个人，伊个身体若无好，啊无啥物气力，啊你叫伊落田落做事，安尼敢毋是足忝足辛苦个？啊，顶多讲吼，一个人伊若是。想过中和，想过故意，啊！若拄到像有人吼，啊，唔敢甲人笑笑问，啊，佫袂晓算账，啊，你叫伊去做生意，安尼伊敢做会起来？哦，所以讲，人拢爱找着家己适合的代志来做。是啊，就敢若亲像你读册共款啦，一定爱认真读，安尼吼，后摆。有学问，就会当做老师，啊，嘛会当教足侪人读册。其实读书嘛无遐简单啦。当然无简单咯，所以讲吼，你一定要认真拍拼。后摆若是会当考到台北的高中，啊，你就当搬去甲恁道上、恁阿母，啊，佮有你遐小弟小妹，大家住斗阵啊。嗯。
恁乌道长还袂转来啊？乌道长讲要布市啊，细细个啦，要看有新的布无，明明较会转来啦。哦，啊，你伫看啥？我咧看这吼，日本的流行服装杂志啦，二舅给我的。伊讲即马做侪人拢会参考顶面的服装来做衫哦，拢做水的哦。伊讲叫我一定要提带给人家看。日本杂志哦。嘿啊。哦。哦。真正裙哦，穿起来哦，足高雅的吼。啊，这洋装的阿妈娘嘛真特别，哦，足水。阿母，你对流行服装嘛兴趣啊？查某人拢喜欢看水衫啊，而且哦，咱是卖布的啦。若是会当加了解哦，即摆流行什么款，嘛会当讲予人去参考啊，对无？诶，坤林啊，你看，即领衫的布料，恁店面敢若嘛有同款的？啊，即块布啦，你看，哦，吼，你看，花草差不多啊，同款的吼。阿母，你足厉害呢！店内布，你比我较清楚。这有啥啦？我逐天出来摒扫时阵，拢会看到啊，那有啥物好厉害的？听嘛吼，恁小弟小妹哦，伫后壁困倒啦，你嘛去眯一下啦。袂用的啦，安尼我倒上下顿来，我会红眉啦。袂啦，阿母伫只顾店啦，你去眯一下，无按时无精神哦。好啦，安尼我来去。啊，坤林嘞，我走出去啊！哪有啦，人透早就固定固到今嘛，我叫伊去休困一下啦。唉，我着吼去布市啊，甲洗一阵吼。嘿。啊，看吼新进就甲真多，新的花草甲布料拢真水呢，想要甲进入来吼，搁惊卖袂掉。不要紧啦，豆豆进啦。哎，来坐，来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恁店的布就遮哦，啊花草哪会遮尔少啊？无啦，我有新的花布哦，恁咪就要立起啦。安尼哦。这位太太，你好啦。你好。阮的布哦，虽然讲唔是介济啦，不过拢是即卖上流行、上好看的哦。安尼哦。我甲你介绍一下好无？好啊。啊，恁若是要做洋装哦，这块布啦，来，你看卖啊。哦，这块布花草哦，哇尼啊水，恁若是穿伫身躯哦，一定足好看啦。敢有影？有啦，啊无，搁有一块啦。哎，稍等下哦。哎，你看，这块啦，我拄只哦，才伫个日本杂志顶头哦，看到迄查某囡仔穿起来哦，足高尚的啦。安尼哦，嘿，迄是因为伊是查某仔穿，当然嘛水啊。啊，你嘛生了真水啊，你穿嘛同款好看啦。无你比看卖啊，就知影啊。你看，哦，足硬白的啦，水啦。头家娘啊，你实在做够讲话呢。无啦，我讲话都真实在啊。好啦好啦，安尼我选这块，你甲伊这块吼，你甲我加四百，好，多谢啦。四百吼，来来我。安尼偌侪钱啊？这哦，这一百算二百啦，哦，啊四百就是。一百十二啦。哈，这么贵哦？哪会贵啦？这么好的布，袂贵啦。对啦，阮价钱哦，公道搁实在啦。嘿啦，算较俗的啦。无安尼啦。我算你百亿啦，啊！你也常常来交关，甲我介绍人客呢。好啊，迄有啥物问题？好啦，多谢啦。好，我是看卖啊，对，多谢多谢。哎，多谢啦。有需要再过来啦，吼。好啦。多谢多谢。啊，恰恰来甲我介绍人客哦。好啊，迄无问题啊。好，多谢。哎，想袂到你这么会做生意。啊，拢是查某人啊，查某人伫咧想啥，我较清楚。安尼以后店互你顾，哦，可能生意更加好。哇哦，好啊！以后厝内底代志无用煞哦，我就来甲你斗顾店啦。希望生意愈来愈好。坤林啊，你看，这杂志顶头的衫拢足水的吼。啊，坤林讲哦，这是凤阿给咱的啦。嗯。我是想讲哦，咱爱加买几份啊，放咧店内，啊，人客来嘛会当看啊，对不？这。诶，这
这杂志无俗哦。啊，这嘛是做生意的方法啊！人客看到水衫，唔才会想要买布。安尼讲毛利啦。对啊。啊，这这一个月一本，嗯，啊，一年拄好有十二本，啊，无好啦，叫昆林妈哦，再去买这杂志回来。好，紧去买啦，做生意要紧啦，吼。死头家娘！好了好了。中基啊，啊你都放学回来啊，那歪手面洗洗，你去写功课。我无什么写。啊，是啊，来歪写。啊，你个保安来着到安尼啦，来，我看卖咧，我看卖咧。啊，你无摕我看卖咧，来，摕来，摕来啊。啊！奈何老师甲你拍车啊？啊！着老师叫阮写课文第七课，结果我着记毋着，写到第八课。啊！老师着伫顶头画一个大叉叉，讲这袂当算分啊。啊！这嘛袂用怪恁老师啊，啊是你家己记毋着的啊。啊！我明明着记的是写第八课啊。唉！啊！你啊煞袂晓第七课，搁重抄一遍，啊明仔载摕予老师看。唉，无路用啦。啊！你无试看嘛，免来知影无路用啦。啊，田董吼，你坐咧遮咧生气，你不如去写功课。啊，老师吼，看你若遐尼认真，伊就会原谅你啊，啊，嘛会甲你拍分数啊。谢谢。你试看卖咧啊，哈。好，我即马来去甲第七号顶抄一遍。阿莲姐，乖吼，继续写，继续写。幺七，幺七，你等我坐啊。是安怎？有啥物代志啊？我顶写第七课的课文，结果老师讲，迄个前功课今仔才交，今仔无算分啦。那安尼，伤超过啊，写唔着补拢袂用的，无算就无算分嘛，我来写啦。杨总请，杨总请，杨总请，等我坐啦。杨总请，你赵新杰创啥？啊，好啊，莫安尼啦，哎，来去。好啊，阿明莫臭嘟嘟啦！中基啊，中基，中基啊，中基，嘿，哪还搁咧睏啦？啊，你较早咧读册吼，从来都毋免我甲你叫起床啊，啊，即摆来变安尼啦！来，中基，中基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有啊，人无爽快啦。人无爽快，啊是安怎啦？哈？我搁睏一下就好啦。啊，你今仔日无要去考着？嗯。好啦，啊无吼，等下阿明来催你的时阵，我才叫伊哦替你甲老师请假，哈？你衫拢洗好啊？你嘛洗好啊？拢无人客哦。啊，做生意就是安尼啊，真歹讲啊。阿母，嗯，你来看我新买的杂志，内面的衫拢足水的哦。是啊。
拢足水个。本来想讲哦，买这個来是要互人客参考，啊，结果即马店都无人客啊。阿母，你莫烦恼啦，即马月底大家较无钱啊，等到月初大家领薪水，店内面个人就变较济啊。敢有影？芬姐，咱会当摕一挂花草较水的布放伫遮门下口啊，哈，安尼经过的人哦，看得较清楚啦，对无？嘿，哈，嘛是会用的呢。嘛唔知有效无效。这无试要哪会知影？做生意哦，真正唔是我想遐尔简单。就是安尼啊。对啦，啊，咱毋是常常有卖剩遐个布料啊，囥个嘛是囥个，归去啦，摕出来外口摆啊，咱着计数算较俗个，无得靠遐附近个太太哦，会甲囡仔做啥时阵会来买啊。你这主意阁袂歹呢，哈。坤林啊，啊，你甲即阵啊哦，咱卖剩遐布料啊哦，甲整理理个，哈，啊，照恁阿母讲安尼哦，摕出来摆，好。好啦，你去无闲啦，好，我来去厨房。来来来，叫叫来。袂到阿母阁真有生理头脑嘞吼，嘿嘿，迄个阿母吼本来就真巧，迄是因为较早住咧庄脚吼，无机会通发挥尔啦。阿母真贤讲话，讲话嘛足实在。进前阿叔甲阿婶咧冤家时阵吼，拢爱阁找阿母做公亲嘞。有影？这我阁毋知影。因为我多少拢无伫厝啊。恁阿母哦，做人好，啊心肝阁好，啊讲话阁实在，迄人客吼，若听着你讲哦，一个欢喜哦，迄自然会来买啊。啊，若即点哦，你着甲恁阿母加学一寡。我讲话嘛足实在啊。搁咧应。中基啊，阿公，来，你阿坐，你阿坐。中基啊，阿公问你，你是毋是因为你的作业，老师无甲你拍分数，啊，你咧无欢喜，所以才无爱去学校？哈，啊，你这个囡仔哪会安尼啊？敢讲你读册是为着老师读的着？啊嘛，才一摆无分数尔，你就安尼，啊，敢有遐尼严重？当然嘛严重，那安尼平均分数拢会拖落来呢。啊，那安尼哦，后摆考试分数你著甲伊考有较悬呢，啊，甲伊补倒转，安尼就好啊。搁再讲啦，啊，人老师也无唔对啊，是你家己写唔对，啊，搁想万九，唔才会安尼。你甲想看卖啊咧，假使讲吼，老师若甲你拍分数，啊，后摆其他同学若拢亲像安尼做，啊，那咧老师是变怎？读册吼是为着家己读的，唔是为着老师。才一摆无分数尔，你就安尼，安尼后摆你要哪甲人考高中啊？想无就卖考啊！但你讲的什么话啊？当初是你家己讲要考高中的，嘛才去读初中。早哪知安尼哦？规矩互你去学西仔讲啦。读什么册？读他拢白读的。你家己想个清楚。今日咯，踮咧厝休困一工啊。假使我明仔载吼，你若是还阁有坚持要去学校，那安尼哦，后摆你就拢莫去，规气留踮咧厝做事。
顾得来啊。不，就怕哎。哎，唔通偷食啦。哦。姨啊，你要洗菜啊？我替你洗啊。啊，你啊洗好清气哦。好。以前哦，你离遐哦，参照你遐尼细汉时阵，嘛常常来灶脚，甲我斗洗菜洗碗呢。我嘛想要甲离遐同款，甲伊啊斗相共。好啊，那安尼哦，你嘛爱学你二兄哦，认真读册哦，以后哦才会当考初中、考高中，才阁考大学啦。伊啊，啊，不过我即马才小学二年尔呢，考初中阁几落年。你二兄哦，明年哦就要考高中啊。伊若是会当考到台北的高中哦，一定会当搬来台北，甲咱住做伙啊。真正是嘞。嗯。什么时阵才会当回去看阿公佮二兄啊？我嘛唔知嘞，啊，即马哦，定来做无闲的，再搁看卖啊啦。哎、欸，杨子，你考试哪会考啊歹啊？还是无读啊？你到底是安怎？什么安怎啦？看起来无啥精神嘞。无啊，哪有？都讲无。上课拢无认真，老师咧叫拢无用。啊，就待咧想代志嘛。想啥？啊，就想，哎，读册哪会遮无意思啦？是因为之前国文功课的代志。老师影响到啦，咱明年搁要考高中呢。啊，不过我管哪通，拢得袂着同学啊，尤其是数学。初一时阵哦，逐工迟到，刷课拢无上着。啊，老师叫阮要参考做练习，我搁无钱。甲你阿公讨啊。我不爱啦，阿公真遐辛苦，就算我要参考做好啊。我的成绩也未进步啊！伊当时真正无你烦的，到底是要安怎？我唔知啦，就感觉一个人做啥物代志拢无意思。哦，是伫咧想恁学道上甲阿母吼？哪有啦？为啥物无爱承认？你拄仔毋是讲一个人孤孤单单？恁学道上甲阿母竟然拢伫咧台北，伫咧台北读好啊？我嘛想啊，按我即摆成绩遮歹，去台北根本得袂着别人啊。莫想遐济啦，先甲找头好较紧啦。好啦。张琪啊，啊你来公司五千坐遐，哈？啊，你拄仔收啥物啊？无啦，啊就即个考试单啦。考试单，来摕我看卖来，摕予我看。功课来退无遐济啊，哈？啊，你毋是答应我讲，去学校了，你就要好好认真读册。啊，就初二的功课较歹读啊，啊，老师嘛教了无共款啊。啊，你安尼是要甲人考高中啊？哎呀，等初三才甲拼就好啊啦。嗯，读册是你家己要读的哦，啊，无人逼你啊啦。啊，但你即马安尼啦，我是要安尼甲恁道上，啊，佮有恁阿母交代。好啦。我知啦，我后界认真读册，我不会阁予阿公失望啊啦。好啦好啦，知影就好哈。来，收拾摊好，紧去睏。好。
是寒天的西，哪知珍惜春天的花。哪不是伤心几回，哪知圆满是有你作伙。哪不是长山风吹，哪知脚是脚踏实地。哪不是是非黑白，哪知体谅是爱的表现。时间的茶花也岁月的白，红帽亲像是地鼓，慢慢等雨过。这点友谊花甘人生这一杯。牵手走过花社会香，青春少年走